我一直想问你，问什么？你真正杀了吕布军，我也真想问你。啊？你不是要跳舞给我看？哦，别跟我乱，我是真认真的问，我也是真认真，也向军长禀报了这件事情。啊？你个老大的公鸡爱创啥啦？我惊你反悔，灭日无耻啊！你为什么不叫做灭目无耻啊？哎呦，险险被你转移话题。我是讲吕布军的事情，军长讲伊嘛真想要看。啥？你等一下，这不是重点。伊希望你能在全军的面前表演，就讲不是重点咯。吕布军毕竟是你的错，也替你准备好了吕宗。啥会叫我穿吕宗创啥？让你能尽兴的表演，又被你将韦德拖走。毕竟伊是你的。那是。浩浩荡荡，我军开拔而来，目标敌机秒军，洪亚雄两军对视。军长，就在两军剑拔弩张之时，马匹对空。天改人更无用，一息不动，且开个应为红。为铁万千，将凌烟楼顶顶，道理极变，换你江苏老人。将军献身。喂，要不准对天顶飞下来，风头拢被恁抢走咯，袂记得要我吗？你竟然要灭死修罗帝王！真将天数求伊敬陪，失望就失望，讲什么敬陪？恁这群人从来就不懂讲实话吗？这个阵势怎样看拢是五方有势，那废话不加讲咯。开战！极端极端极端！大战之后便是决战。苗疆、摩西两军主力正式交锋，究竟是铁军为壮士精锐，还是摩西大军形成一条？铁血九义风逍遥，明日武将，灵火绝体六十摩罗孙亮的降尊呢？